次呢准备了很多很多台湾的美食给他，就他觉得好像台湾的美食已经吃的差不多了，应该没有东西可以再吃这样。근데라디오생방송도한뒤에不过呢就是这个好像是那个电台的直播的节目结束了之后，지금어제들으신분계세요？大家有听昨天有听过吗？했는데어그많은음식도먹은뒤로또먹으러갔어요就是我吃了那么多的美食，还有去吃的。네중국어돼지라는거哎，怎么讲？那个你中文讲那个돼지这个动物的名字怎么讲？猪。因为在韩国的话，猪是吃很多的很多的意思，所以他就说我是猪这样子。아근데진짜맛있게먹고吃的真的非常的尽兴사진이거왜있는지진짜이사진이왜있는지이해못해요我真的不了解为什么有这张照片그리고진짜죄송하지만그사진뒤에또누가드시고계시네요너무죄송해요아真不好意思好像这个照片后面的那个人好像也是在正在吃哎真不好意思아뭐그렇게해서돌아가서저는쉬고오늘아침부터준비를하죠오늘여러분들이랑만나겠습니다아就这样吃完了火锅回去休息到啊今天就早上练习终于见到大家了네그래서 제가이런대만뭐이런공연을한지가진짜오랜만이기때문에제가연습을좀많이했는데이따가도많은곡들이준비되어있는데其实像台湾的这样的演出哦，我就这样子表演的，好像隔了还蛮一段时间了。所以我这一次呢，就是准备了练习了非常非常多次，而且我准备了很多歌曲。所以当大家知道我唱的那首歌曲的话，尽量跟着我唱。그리고근데지금뭐이런사진들도구경하고다했는데여러분이랑같이짧게게임시간을한번가져볼까하는게괜찮을까요我想说看完了他们的照片，然后聊聊他，聊聊今天的那个这几天的台湾的行程，然后接下来想要跟大家稍微玩一个游戏，可以吗 ？OK。OK。첫번째게임여기서이제那个游戏呢？이제가는데요가위바위보를가위바위보나해가지고뭐잘하시는분들에게는뭐상품이또있겠죠应该是就我想说第一个游戏呢想要跟大家剪刀石头布然后呢可能就是你们很会剪刀石头布的话包包会有礼物哦그래서일단어떻게되냐면제가가위바위보를여러분이같이하는데이기는사람들만남아계시면됩니다지시면앉아주시고就是说，就是我跟你们玩那个剪刀石头布。先第一个呢，就是第一回合，请大家全部的人站起来跟他玩。然后呢，赢的人继续站起来，然后输的人就不好意思就坐下来这样子。거짓말치팅하지만큰일났네요大家不能说谎，场地不行哦，因为旁边的人都在看，所以不能做。OK， 그러면다일어서시고大家可不可以全部站起来一下？谢谢。这我这人家给是说，你看，这 stretching 都还是怎么样？伸展，准备好。